小兔本杰明的故事三，在园里。本杰明拿着彼得的手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钻洋葱。本杰明说，他把手绢铺在地上。本杰明走进了洋葱地，他拔出一个洋葱。搜，这个洋葱真大，本杰明说。他又拔出一个洋葱，彼得四处看了看，他的鼻子动了动。本杰明拔出更多的洋葱，他把洋葱放到手绢上。我们走吧，彼得说，这里不安全。没事的，本杰明说，我经常和我爸爸来这里。他吃了剩菜。啊，本杰明说，好吃。本杰明走向菜园深处，彼得拿起装满洋葱的手绢，他跟在堂哥后面。是什么声音？彼得问。难道是农夫回来了？没事，本杰明说。他继续向前走，彼得跟了上去。他们路过了花盆和工具。突然，本杰明大吃一惊。那儿有一只猫，他和彼得躲进了篮子里。他们静等着。那只猫左嗅嗅，右闻闻。它跳到了篮子上，接着它坐下了。